那就是大比擂台，所有参赛弟子都会通过平台传送到高塔之中，高塔内另有一番天地，决战就在高塔顶端的尖峰擂台。今年咱们小雨峰一定不会在垫底了，放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今年的比赛一定很精彩。哎，罗征。 欣欣师妹，快过来呀！林师兄，欣欣，师兄，这就是你的心上人？什么时候去提亲呀？等拳风大比结束，我就……这不是万年倒数第一的小雨峰吗？你是谁？老子黑名，人称后海快刀。人称什么？说太快了，我没听清啊。 总算晋升为内门弟子了，这身行头还不错。先准备小雨峰选拔，好参加拳风大比。我之前在仙府中得到了日月星辰图，从图中领悟了星辰之力，就是靠这股力量抵抗天穹的灭世掌。如果我能从图中领悟更多星辰造化，拳风大比夺下前三也会更有把握。 张师兄，你怎么？快去训诫堂，莫灿被抓走了。诸葛兄弟两人勾结训诫堂，诬陷莫灿偷到宝物，还想拉你下水。哎呀！ 秦副堂主，你拿了我诸葛家这么多好处，就这点手段？<笑>明白，明白。贼子莫灿，你要是再不承认罗征是背后主使，就别怪我大刑伺候。我绝对不会污蔑罗征，有种就打死我！冥顽不灵的家伙。 让你再见识见识我妖族的强大，和这东域一起覆灭吧！ 竟然突破了我的真元禁锢！ 阿福，保护好他！燕儿，好活着。
天为妖王，在白帝城就已经被炸死了，怎么可能死而复生？他为摧毁白帝城核心而死，是妖族的英雄，所以我取他真元为其重塑肉身。 让他永远为妖族而战，死都不能安息。你们妖族简直丧心病狂！安息？等我建立神国，把人族踩在脚下的时候，他们才会真正的安息。崔心，你大可放心，因为有我和千千万万抵抗你的人族，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。哥哥。 哈哈哈哈，等你见到你在乎的人都死在面前，你就会明白你刚才的话有多可笑。死战！燕儿，护好自己。 定神观想图不仅能让修炼事半功倍，还能根据主人特性给主人的真元附加属性。不过，具体能拿走哪幅图，就要看主人自己的机缘了。这些观想图只不过匆匆一瞥，我的境界便已经有了松动的迹象。啊，这幅图，日月星辰图，这是第一任主人留下的观想图。 从来没有人能让他产生异动，难道他就是主人一直让我等待的人？这幅图却能包含日月星辰，仙人手段真深不可测。恭喜主人领悟星辰之力，日后主人的所有真元招式都会蕴含星辰力量，比之原先要强上数倍。